这朋友们问说，想了解当我在评估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标准下，我会跟自己说我已经努力了，我是真的无法完成这件事情哦。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就在昨天就有一个也有一个外国记者问我一样的问题，类似的问题，是说，哎，你们就是 crowdsourcing 这个很有名嘛，那就是大家觉得开门造句你行你来嘛，但是你们防疫的那个指挥中心一条边，这个也是很有名嘛，就是指挥官要下决断，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是要 listen， 什么时候是要 make decision， 什么时候是觉得说，哎，那就到这个程度，这个我们目前好的方案已经是最佳方案，也暂时想出更好的，我们就这样决定吧。哪些时候是觉得说，哎，不行，再等一等啊，等等。那所以呢，我就跟那位记者说，这非常简单，就是在当时疫情险峻的时候，每天的下午两点就是 decision 的时候，每天从下午三点开始到半夜就是 listen 的时候，也就是以24小时来当做一个迭代的周期。那当时如果是有在台湾的朋友，应该知道说这不是虚言了，就是每一次两点到三点开完记者会之后，我们1922的那个 call center 就会有个 spike， 然后大家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指教，有些是我们能够预料到的，那这样 call center 的朋友就回答大家；有些是我们预料不到的，好比像说戴粉红色口罩不太敢去上学的小男生等等，那这个我们就赶快去进行修正了。那隔天就指挥官跟所有他的就是同事都戴上粉红色的口罩，而且指挥官还加码说粉红豹是他的英雄啊，那所以这个小男生就不是只是有防疫英雄的口罩的颜色，还有防疫的英雄的英雄的口罩的颜色。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确保这个 iteration 它快到说，哎，大家觉得说，哎，真的我们做的不够好的地方，那你行你来的这个你行你来是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当然一方面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推动口罩实名制的时候，一开始也有一半的药师觉得我们浪费他们的时间，因为他们是用发号码牌的这个方式嘛。那大家当时如果有排过队，应该知道说，有些药师是就是很相信我们的 fiber optic， 它是就是过健保卡立刻就给你口罩，那这些朋友们就会觉得口罩地图帮他们省了时间。那有一些朋友们一下子不是很相信说 fiber optic 真的这么快，所以他们就会是发号码牌说，哎，下午7点啊在哪里拿？那但是对这些朋友来讲，他们在中午慢慢过卡的时候就会接到很多的电话，因为口罩地图上面说上面还有口罩，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没有口罩了啊。那所以就是有这样子 mismatch 的情况。那所以我们在隔天马上就透过药师工会以及我们食药署去跟这些药师道歉，也就是说是我们错，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自己就是预想到发号码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完成。然后呢，我们就问药师说：“那你要怎样？你行你来嘛。”然后来他们就在第一个礼拜就说：“那我们希望你这个 API schema 上面多一个栏位啊，就是说我们就是发就是 collect 号码牌的时间跟我们实际设计口罩的时间，希望能够有两个 field 来做。那我们再隔一个礼拜，我们就马上说好，那我们已经制作好了。那再接下来呢，这个还有一些药师说，可是我没有 anticipate 我什么时候 run out of 那个号码牌，所以他希望说他 run out of 号码牌的那一秒啊，他要后台有一个按钮，只要按一下就可以从地图上面消失哦。那当时是觉得说这个是算作弊吧，似乎这个喵要立刻实做。但是呢，我就自己去那个 try 这个系统嘛，就发现说，这个因为进销存嘛，它是有一个进货的一个 field， 你只要进这个负200片口罩，那你就可以自己把它冲抵掉，然后对，所以就是说，因为它并没有检查那个 field 是 sign 还是 unsign 啊，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就是 manually 的从地图上面消失。那这个不止我 try 出来了，很多药师也都 try 出来，药师都是专业人士了，这个 hack 起来也很厉害。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他们就开始一传十，十传。这个 R 值等于十，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负号是可以用的，那所以后来这个食药署就想说啊，那算了，那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健保署讲说，那我们不如正大光明把这个这个不是 bug， 这个是 feature， 我们就专门把这个 feature 给他一个 button， 就是按一键就消失在口罩地图上。哎，从那个之后，药师都不觉得我们浪费他们时间，当然也已经过了3个礼拜左右。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告诉自己说，其实这个部分只是我目前看到的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版本。那任何时候大家告诉我说，哎，我有什么不足，我有什么不好，或者是怎么样，那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药师在当时根本就直接很公开的说口罩地图这个 idea， 因为他发号码牌嘛，他觉得他 stupid，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很好啊，那我们的主义成分表示您高明嘛，您高明就表示这个你有更好的想法，那你行你来哦。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会说，我真的努力了，我真的无法自己完成这件事情，很高兴你让我知道你的存在，那我们下个礼拜就来用你的版本啊。所以大概就是在就是网络上面只要公开批评啦，我啦，或者是我的政策等等，我大概都会就是有建设性的回复的话，我都会回复，而且会把你的版本就变成这个接下来的版本。所以这个也回答这位追问的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完美主义刚好是相反的一个情况。完美主义是说，
就是我要做到100%，然后都被挑不出这个任何毛病，那我才愿意去 release。那但是我刚刚在讲是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而且这个 often 是 timed 所以就是每24小时，或者是在2020的时候每7天。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是 is very predictable。我们就算有犯任何错误，我们就公开道歉，但是我们又 show 我们的 competence， 说我们在下个礼拜四就一定把它改好。那这样的话，过了好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发现说，这个指挥中心真的 competent。为什么？因为它是把大家想出来的最好的办法，好比像说电锅不像水，可以消毒口罩之类的，通通都自己去示范了。对，那如果是完美主义者的话，大概是绝对不会这样做。如果指挥官是完美主义者，他也不会自己在那边 demo 蒸口罩，然后把电内锅架放到内锅里面嘛，然后被发现他都没有用过电锅。无论如何，他就创造出一个记忆点，那这个记忆点也让大家就是越来越愿意来使用口罩。